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这新历的一月初二哦，旧历十二月初九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哦，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在2010年跨年晚会，31号暗时7点，伫咧管理体育场闹热场场，真侪位知名歌手轮番演唱，现场嘛热来了超过30000名的观众做伙迎接新年。在这波心中有 AI 业者举办大拍卖，一箱 AI 只要1元，而且有900种的款式会当挑选，吸引真侪婆婆妈妈来抢荷康。在好戏中有一位富人哦，有生3个月了后，才发现家己有双子宫甲双阴道，照你讲这到底几率是真高，不过伫个医生2个月安胎哦，是顺利甲这双生姊妹生落来。新闻一开始，观众朋友敢有感受到咱大中华新闻这全新的新闻背景？新年新气象，咱大中华新闻在这101年，卖继续替乡亲来报道咱中华的大小项代志。好，继续咱就来关心由中华县政府主办的这张灯结彩闪耀彰化2011年的中华跨年晚会，31号暗时7点是在这中华县立体育场来举办。主办单位嘛，邀请到银色夫妻黄国伦、寇乃馨来担任这暗会主持人。真侪位这知名歌唱是轮番来登台献唱，现场嘛历来超过30000名的观众，这回来迎接新年。台顶的歌手甲来宾做伙倒数，上招民国100年，迎接着民国101年来到位。这场号称中华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年晚会，主办单位邀请到真侪位知名的歌手来甲现场的观众做伙跨年。全国各场跨年，只有在彰化呢，有很多的独一无二。譬如说，有最幸福的夫妻在这里出现。对，我们今天也只有在这里，因为我们全项没有要去别的地方。歌手会去别的地方，我们不会，保证不会，保证不会，我们而且县长也不会去别的地方。有歌手献唱以外，跨年晚会倒数进行，到馆长现场嘛抽出10对幸运的翁仔某甲情侣来上台，送给因99蕊的玫瑰花束。到馆长表示，过去这一年是中华馆丰收的一年，中华馆成功来挑战3项金氏世界纪录，举办全国运动会、甲国庆宴会等等。民国101年台湾灯会嘛将伫中华鹿港来举办。我们知道，民国100年是彰化非常成功精彩的一年，我们在这边也度过一个最快乐最浪漫的跨年夜。我们送了玫瑰花，还有我们的树苗啊，与我们乡亲同乐。我们预计呢，在明年的鹿港灯会、台湾灯会，会让我们彰化整个亮起来，让我们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这场跨年晚会还阁设有农特产品展售加美食区，予参加的民众有吃有耍，阁有抓，予现场的乡亲感受到越夜越嗨的彰化跨年夜。高雄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好，这101年哦，除了有拄仔的跨年晚会来举行以外哦，嘛有真侪好康的哦，亲像伫这埔心乡哦，就这 AI 业者是来举行抢拍活动，一箱只要这1元，而且总共有100多种的款式哦，也还有这一箱靴子哦，通常爱1000元，即马只卖101元，因此是吸引真侪婆婆妈妈来抢。抢拍开始，大家抢啊！不顾形象，看到就抢，因为一箱才1元。
有的妈妈为着赶紧抢乌白乱杀，结果不是摕着高卡，就是寸尺无同。那哪来一卡？我抢着一卡呀。对啦，抢着一卡的呐。阿姨你咧？我嘛，我这边也抢的啦。无，啊两卡拢同色。一挂真水的官大，以及上班民众，小哥哥也与口协，全部拢只要一颗，抢到就是赚到。拿到一双，另外一双是我同事的。我们觉得一块钱才有一双，真的很划算啊！因为这个在市面上一般都是1000多啊。多少钱？101块。啊，你有熊吗？熊熊。熊哥，俺唔讲，我那不行嘞，行未好行。啊，你带熊几箱？我唔知咧，会当买一箱尔啦。对呀、啊、对呀、啊，业者的心肝真正是真好，就连冬天流行的靴子，外面一双要3-5千块，伫个迎接新的一年，一双只要101块，试穿看卖，真正真水。101双，时尚女鞋，用1块钱的方式，好、来送给大家。再来，我们又准备101双的马靴，因为冬天寒流今天到，所以又准备了101双的马靴，也是101块的价格来回馈给大家。那市价多少钱？哦，马靴的部分市价大约5000块。婆婆妈妈抢到就赶紧摕去边啊试穿，这么好康的抢牌活动，总共有15天，大家拢有新款式，过年要穿新鞋，搁爱俗的哦，来遮就对啊。大中华新闻林广播新采访报道。看完拄只热闹的活动消息了后，继续带乡亲来福县乡看有一名这单色妇人人哦，是写下这性命的奇迹。原来这名年会只有31岁的女性哦，唔知影家己有2个子宫，在有新180天了后，是予医师诊断出伊有这双阴道甲双子宫哦。加上这两个双生啊，查某婴儿竟然是同时在妈妈2个子宫内面的其中一个，因此这肉体几率是真高哦。后来经过医师2个月安胎照顾了后，因是伫去年9月分破白色出来，即马这两个查某婴儿拢真健康。小宝贝，你们要加油哈，再乖乖长大。妈妈轻轻啊，真大汉查某囝爱小宝贝加油。我的家人每天都给我鼓励，还有小宝妈，就因为家人对我的爱，还有我对小宝宝的爱，所以这股力量让我撑下来这样子。另外，细汉的查某囝是予爸爸抱伫个手的，大大粒的目睭，佮咿咿啊啊发出声音，敢若是伫个甲爸爸讲话。睡不着也吃不下。好像他们宝宝这么健康，就很开心啊，就觉得好爱他们。这两名好囡仔包甲安安的，就是拄啊出世的双生啊姊妹。因的妈妈是来得到罕见的双子宫、双阴道的状况。这两个查某婴啊，还佫伫个因妈妈两个子宫其中一个大汉，所以这情况是真危险。那一天就插管了，然后姐姐就是第二天才插管。对啊。然后就一直就是有一些早产的那一些状况都一直出现了，对啊，那就一个礼拜好，一个礼拜不好这样子。这两位高追的相亲啊，爹妈妈有生29礼拜了后，是用这破败方式生出来，重量才1000多公斤，经过这3个月照顾，现在已经有2000多公斤啊，2500分之1的几率，嘛，让医生是感觉真神奇。双子宫、双阴道又双胞胎在单侧怀孕的一个情形呢的例子呢，大概约在2500万分之1左右，那能够。安得住之后，然后又在生产的话，在台湾算是第一位一个情况。那位小公主经历真旺盛，爸爸妈妈当然上界欢喜，嘛感谢医师对因的大心照顾。大中华新闻林桂乐刚采访报道。来关心热门的消息，用一年时间记录鹿港77位工艺师的林志雄。今日是来发表伊的新册《鹿港工艺师的人生故事》。发表会现场哦，真侪工艺师除了来现场感谢伊以外，嘛伫咧现场展出因的工艺作品。鹿港工艺师的人生故事新册今日正式发表，77位的工艺师嘛伫咧现场展出因的作品。作者林志雄嘛希望用伊的文字，将鹿港工艺师辛苦的故事呈现伫咧民众眼前。年龄最大的是94岁。他是制作那个绸线花，也就是纯大灰
的工艺师，叫做梁红滚女士，她从事这个工艺已经超过70年了，非常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她现在目前还在做，而且还耳聪目明呢。所以我们跟她说，她是传承我们鹿港这个手工艺的这个守护神，这样来形容她其实也不为过。那其他最年轻的有42岁的这个吴将军，他是做那个木器的，哦，还有一个那个做墨画，哦，就是在一些古董的作品上面，他画上彩绘，那个工艺就叫做郑敦厚，他也是只有42岁，所以以这77位的工艺师来看，哦，他们都兼具有中生代，也有老一辈的。哦，那可以看得出来说，还好这个手工艺目前已经有在传承。利用一年时间，林志雄是用伊的文笔来记录鹿港工艺师的故事。顶着王惠美看到嘛真肯定。透过这个采访啊，甲咱工艺师伊的人生奋斗过程中，和咱更加侪乡亲来了解。林志雄是一位退休的记者，即马担任这鹿港镇史馆的馆长以外，嘛负责记录鹿港工艺师的人生。未来林志雄阁会继续来拜访其他的工艺师，将这鹿港的工艺故事全部记录落来。大中华新闻林君鹿港采访报道。规日过年愈来愈近咯，世界嘛拢开始有这过年的气氛啊！这双溪乡公所为着要来迎接新年的来到哦，是特别印这年历、新年的卡片甲春联，要来免费送予乡亲。地方穿新衫，国会新气象，拜托乡亲全力支持，全力牵线，咱的好子弟林义邦，义邦一定会为咱拼经济、救弱势，创造一个钱多事好、离家近的工作机会。拜托乡亲手牵手、心连心，将选票团结起来、集中起来，宽选予立法委员候选人第三号林义邦，拜托拜托，祝福大家三阳开泰，三元及地，合田合厝合土地。老人因多种疾病缠身，需经常服用药物，也因此产生许多副作用。少食药，唔知要安怎吃。阿伯啊，无要紧，药师会教你安怎吃。啊，你若慢性病吼，会当去开3个月慢性病连续处方签，啊来咱社区药局领药啊，啊省钱省时，啊佫方便。药啊唔通乌白买，有需要再吃。若有问题，就要请教药师，才有保障。关怀长辈要注意，聪明用药，让你吃饱哩。你本末倒置呢？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大家都提了啊，要恢和了呢？那应该是再生能源的时代。是的，是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核能所干什么？你能源局的定位在哪里？林聪明，阿正啊！亚克力球，Fantastic tune， Io contro il mondo。彰化宝岛。欢迎收听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12月初十哦。根据这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伫个正南方，好时是早起的11点到下晡的1点，下在拿菜啦、计菜。另外，还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过来哦，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真罕见的宗教仪式哦。在这传统的宗教习俗当中，这神明要敬大元灵，嘛就是俗称的当机。除了这传统的祭祀科仪以外，闭关修炼嘛是成为当机的必要之路。彰化市的家当王庙，伫个这元旦的东港暗时，就有一张这难得的宗教仪式，叫做这当机出关过火。今麦咱就透过镜头做回来去看麦。火炭烧到红滚滚，伫个隆重的祭祀科仪以后，最近出关的当机打过火炭。除了当机出关过火以外，现场信众为着消灾解厄、祈求家当王公的保庇，嘛缀着当机甲法师共齐过火。家当王公庙的技术人员表示，七十多年来家当王公头一届来降机，要来竞选着旗手。王公庙啊，一个月前啊来关三位当机吼啊，一当已经圆满啊，坐金出关啊，选择今仔种时节里面啊来过大火啊，家当公庙有史以来啊，啊七十年来啊啊，唔有这个当机啊啊，因为当机坐金出关过火这项科技算是相当罕你看到的宗教仪式，搁再加上家当王公相当的灵验，各地信众嘛纷纷前来参与这场难得的盛会，嘛希望会当借此替家己消灾解厄，祈求家当王公的保庇。高雄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对着这旧历过新年的日子是愈来愈接近哦，在台湾四界嘛拢有过年的气氛，亲像这陕西乡公所，为着要来迎接龙年的来到哦，是特别印真侪这新的年历、春联加贺年卡，要来送予乡民。这乡长蔡丽官就来表示哦，贺年卡同样是公所家己设计，而且这年历顶冠的画嘛是陕西乡出名画家的作品，即马拢寄到这每一户的厝内底哦。如果若是有乡亲无摕到，会当向这传干事来询问。民国101年上班的第一天，陕西乡长和公所主管做伙向大家来介绍今年公所设计制作的腊日啊，甲新年卡片，希望陕西乡民会使感受到新年的新气象。今年一年上网相亲，就是讲啊，这啊，咱的年历啊，还有啊，大家恭喜啊，个贺年卡，好啊，咱。啊、希望咱的乡亲年年如意、啊、日日平安啊！这是由咱啊公所的传干事哈配合咱的传长、连长啊，送到咱的乡亲的厝的。这边公所总共印了腊日啊、新年卡片、个春联。公所表示，为着要表达陕西的关联性，所以这物件设计甲图样拢是来自公所或者是地方人士的作品。这图画就是由咱的乡亲哈、咱的林老师哈，伊家己啊本身来画来制作的。还有咱这个贺年卡是由咱公所的同仁哦自己来设计规划的。啊，咱希望讲哦，咱的乡亲哦，我都能好好的利用将这年历的挂开哈，啊，大家恭喜个打开哈。乡长表示，这物件已经寄到每一户，希望会使帮乡民在过旧历年进前准备好这物件，嘛，让民众会使提早感受到过年喜气的气氛。大众新闻林伟廷陕西采访报道。好，过来要甲乡亲报一个便民的服务，就是在彰化市公所，为着要来配合在彰化县政府的医化服务栽培到厝的计划，是透过这李干事主动到厝内来协助这中高龄以及身心障碍等行动无方便的民众来线上申请这社会福利的服务案件，因此的将会来缩短时间来提悬效率。关乎社会处甲咨询人员的协助之下，市公所的李干事透过电脑网络，要来替里民申请各种的社会补助。关乎计划处表示，民众过去要申办社会福利的补助时阵，拢爱开真侪时间，那是住较远的民众，就更加不方便。利用我们的村里干事因为他跟我们地区的民众都是最熟悉、互动最密切的。那由他来当我们的资讯代理人，我们就可以帮我们这些的福利措施或者一些弱势团体的申办作业，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走到最需要的民众的部分。好，我们可以到他们的家里，只要他们有需要，一通电话，
我们就可以去为他们服务。计划处强调，这项便民的措施除了大大来提升申办效率以外，佫较会当让民众感觉到即马办补助确实真方便。第一线，我们这些村里干事，这个努力，然后来达到，让民众觉得，今天我们彰化县，真的是不一样。跟以前比起来的话，非常方便。彰化市公所指出，目前这项医化服务的计划还在试办的阶段，有需要的市民都可以直接跟李干事来联络，李干事会直接到家里的服务。到这新闻中心梁彰化采访报道。在这河滨交流道口是正经坐这一大片的波斯菊，现在也当时开会的时候哦，这整片的花海哦是吸引很多路过的民众来这翕相加观赏哦。详细新闻内容等一下报给乡亲知影。正挂乌甲会选，选前之路虽辛苦，但是回味较艰苦，卖坚持。为选民服务的立场唔捌改变，只有予河滨的新妇、鹿港的查囝出线，才会当坚持为基层来发声。专职、经验、清廉、认真，你为选好王回滨就对啊！拜托大家心头抓好定，做伙向前行。把进步力量往回避带进国会，拜托拜托。彰化新亮点，百年传家树，正彰美路维多利亚式建筑，定金十万，饭店管家别墅，一楼小金房，红景首付755-9456。第八届立法委员选举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1月4号礼拜三上午9点半于新频道有线电视三大有线电视第三频道现场直播。第八届立法委员选举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将于101年1月6号晚上6点在新频道及三大有线电视第三频道重播。为着要维护空气品质，彰化县环保局将对红梅山湿地红梅山监测站一旦超过标准，就会经过公布或者是简讯发布红梅山警报，而且利用洒扫车清洗街路。环保署嘛结合林务局甲水利署压制红梅山措施来减少空气污染。若是有过敏体质、气管问题，或者是老大人、囡仔等等，出门时阵一定要下记挂嘴安。优良的环境，咱做伙来打拼。彰化县政府环境保护局关心你。气密门窗0800-53-5858-0800-53-5858。河滨镇的农友是利用每分地750块的补助款，在这河滨交流道的附近是种真多这10公顷的大波斯菊。现在这花是开得真水哦，真多这路过的民众哦，经过这拢把车停落来来观赏翕相。农友就表示，今年这大波斯菊的花期较早，为今嘛开始到这过了过年之前，拢会当来这看到大波斯菊花海美景。一大片的波斯菊，即马是开花时间。伫咧河滨交流道下骹，即规片的花海，和上下国道3号高速公路的驾驶人甲游客，拢挡袂住停车落来看。嘿，这波斯菊本来是黄波斯完了也，啊黄波斯是较低无看。嘿，啊这大波斯这有3色，即阵算长水的时阵，欢迎大家来参观安尼。去年因为才种了真侪波斯菊，得到民众相当袂歹反应。今年再度种下大量的波斯菊，就是要让民众会使静静的来欣赏花海。之前就有注意到这边有花很漂亮，然后刚好就从那边下来之后，就直接带着相机到这边来拍这个花。今天现在刚好是拍的是最漂亮。
那个开的是最漂亮的时候。今年再度种下波斯菊，数量也比去年搁较侪。附近摆摊的人表示，去年春节假期来看花游客高达数万人。今年虽然花期较早，按过嘛是会使利用周末假期的时间来合美欣赏这规片的波斯菊花海。大中华新闻林伟廷合美采访报道。欣赏完这美丽波斯菊花海了后，过来要甲乡亲报一个好康诶！伫这山西乡河山路顶有一间这纺织工厂，最近是来展开这服装特别活动，大人甲囡仔诶衫甲裤拢总拢有，这介绍嘛真俗哦！即马咱就透过镜头做回来去看卖。各种的衫裤，介绍对800到200拢会使和民众家己来选择，而且这真侪物件拢是台湾制作代工的，所以民众会使放心的购买。我们里面有一些女生的内衣裤，还有一些牛仔裤、外套、羽绒背心、羽绒外套，还有 polo 衫、衬衫。像内衣裤的话，大部分都是台湾制造比较多，一些像牛仔裤啊，就是现在都。着重 MIT 嘛，对不对？都是台湾制造也有，还、一些中国制也有啊。像羽绒的话，越南制比较多。这样为着要让民众好过年，业者准备各种的衫裤甲外套，希望民众会使免开真侪钱，就替家己甲家人准备新年要穿的新衫。因为现在来买是最好的时机。怎么说？因为也快过年了，嘿，然后就是趁现在，趁今天出来，买一下。就是，可能这边价钱也不错。啊，我都来看卖啊，看卖来介绍来哈，我都给高官给买哈。哎，看得安怎？也在景啦，哈，谢谢。业者表示，景气无好，大家做伙面对，所以若是消费到一定的金额，伊嘛准备真济礼物要来分送给民众，希望大家会使把握时间到这个所在来参观选择。大众新闻林伟廷线西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今日是新历一月初二开学，各菜市场的这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103公吨，总平均的计数是每公斤23.7元了。继续来看这详细交易情形。花菜上价35，中价18.5元，下价14元；红菜头上价16，中价12.5元，下价10元；包心饼上价22.5元，中价19，下价15元；饺子上价84，中价82.5元，下价80元。茯苓豆上价102，中价101，下价95元；刺瓜上价36，中价30，下价20元。苦瓜上价80，中价60，下价35元；韭菜花上价84，中价82.5元，下价80元。这天气又搁要开始来变冷啊！这气象局就来表示，伫这拜三哦，强烈大陆冷气团要来啊，中部以北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而且这波的这冷气团是带来真侪水汽哦，北部、东北部地区会变加湿湿冷冷，北部气温大约只有11度，南部地区是有14度。最近这流感的病情真严重，民众是爱穿较少的注意保暖，过来来关心各地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新历一月初二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我是林桂英，咱再会。